技转型房地产的这个历程当中啊，在现阶段可以有哪些技术可以帮我们快速解决我们买房需求？叮咚智能赏屋这样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看屋的体验啊，主要有四个应用的一个情境跟场景。如果以智能赏屋来讲啊，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？他觉得说这个房子充满了他的回忆啊，哎，那刚好我们有这个环境的这个空间的记录啊，我们把这个空间的记录就保留给他。很催泪耶，很感动的那个过程还有细节在里面。